扫千军是一款三国策略战斗类手游，主画面就是策略经营类的玩法，要先升级主城才能升级居民或是矿场等各类建筑。除了策略经营之外，武将的养成和搭配也是核心玩法之一。战斗进行时，每名武将都会带一小队士兵，近战型的武将会带步兵，远距型的武将则会带弓兵。这些小兵被攻击到时还会往后退，还蛮有趣的。而整个战斗画面则以斜向45度的视角来取景，这点也蛮有 feel 的哦。GC 游戏频道，燃烧你的游戏魂 ，Battle！